那个学长他变成好朋友。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手上拿到的玩具哦，你知道这个玩具是有史以来你是第一个人玩这个玩具的，你会觉得特别兴奋。全世界其他小朋友都没有玩过这个玩具哦，这个玩具现在在你的手上是你第一次玩哦。啊，不会兴奋哦，这个表情怪怪的。就是你手上拿到玩具，你的同学都没有，你的朋友都没有，你会觉得很开心。会吗？会哦。我喜欢他的表情，他现在没有直接回答我，但他看起来蛮开心的。那为什么朱老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哦，就是刚刚老师说的，你今天要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哦，全世界你是第一个做的，对不对？对嘛？我没有沟通过。好，那在这边还是要特别谢谢中央大学还有国科会科教处给我们这个经费的支持，还有这个场地的支持，让我们这个嘉义科学广场可以一直办下去。也谢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你们这个长久以来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批评指教，让我们可以慢慢的进步。那今天周教授因为就是刚刚说的老朋友好朋友嘛，也是我的学长，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刚延续了周老师过去几场在嘉义科学广场谈的就是跟疫情有关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疫情与生活。跟大家你们最近又你知道吗，油电双涨，这个很吃紧啊。那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的疫情效率更高，这样子我同样一公升的汽油也许我就可以跑比较长的路等等。那相关的科学概念呢，我们都希望在这一边借由今天的这个科普活动介绍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那话不多说，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周教授。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中央大学这个嘉德科学广场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那特别我要谢谢朱老师朱庆吉老师，因为他在这件活动上这个计划上投入很大的心力哈、哦。因为投入很大的心力，所以你看他把大家都这个一方面这个广告也做得好，然后也这个邀请很多专家，都是在某些领域有很好的表现的专家，所以我们这个嘉德科学广场在朱老师这样大力推动之下呢，一直有很好的一个回响哈、哦，那进步也是一直在进步。那我自己呢，我是就刚跟朱老师讲的，我是他的学长哈、哦。那可是呢，我这件事情呢是奉命而来啊，奉朱老师之命。对他，我姐姐说，我说有一个东西，国科计划做出来一样东西呢，要试验一下哈，大家组装一下。他马上说好了，我说那这马上这个奉命就来了哈，奉命就来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啊，还是特别的在感谢这个中央大学的嘉义科学馆长，还有我们朱老师哈、哦，谢谢他，谢谢。那我们现在的今天的活动很简单哈、哦，今天的活动很简单，大概我说一下，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作品。今天作品一点点的小，要注意这是酒精啊，酒精应该我们有准备嘛，对不对？酒精有准备，这是个小酒精壶。这个作品哈、哦、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看谁先煮出来呢？哎，不急，我要讲一下啊，谁先煮出来是我自己讲的那个客套话，不是客套话，叫什么？那个是应酬话哈、啊。我们不要着急煮出来，时间够哦，老师还可以稍微耽误一点时间。我们是晚上8点结束嘛，对不对？不对，那我们算什么呀？几点结束？几点结束？到4点哈、哦。如果耽误一点时间没有关系，这个煮这个不要着急，因为着急常常是失败的原因哈、哦。因为太着急，我们等一下会先标一些节目，我们再做这个才开始做哈、哦。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哈、哦。这个昨天刚才说我们有几位助教煮出来，这个很好。煮的时候，这个世上只有三件事情要特别小心，三件事情特别小心啊！只要你不出这个问题，应该都可以煮出来。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很细的这个金属丝，这个金属丝要特别保护它，免得它把它折弯的话哈，这个就造成它失败了哈，好吗？好，这个是金属丝的问题，对，这里有一个金属丝，我们大家看一下，老师把，用这个好了，这里有一个金属丝，你看它都没有露出来，有没有？这里有一个金属丝，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玻璃管哈，这有两个玻璃管，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不要把它弄破。啊，有的同学太着急吧，硬把挤，不需要用蛮力，这里不需要用蛮力，不要把它弄破都还 OK， 而且很容易组装哈。那第三点要注意的呢，第三点要注意，我忘了，
想起来了，是这里有一个箭头，就这个杆子哈，这个杆子有一个箭头，箭头朝下有一个箭头，哦，有个箭头，可以吗？可以哈，好了，那在这里哈，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当然是结合了很多人的结晶哈。刚刚朱老师真的过奖啊，我没跟朱老师讲，但朱老师他一眼看出来，因为他终究是非常好的一个专家哈。因为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在老实说我在大陆上也做一些演示，他们就说，他们也有人在做斯特引擎，但他做的那个厂商他说我就做不上去。什么叫做不上去呢？就如果整个组好之后再没买就不太愿意买。跑就转嘛，那种感觉很不好。但是呢，如果是整个是套件啊，能组起来的话，那个架子就不一样了，因为小朋友可以把它组起来，对不对？那它这个哈，它的架子就在这里，所以它做不上去，就是说意思就是我找专家或者很熟的工人来组起来，那没问题。但是能够做成套件来玩，那个就比较值钱了哈。啊，那但是这里还有好处，就是你信不信，这里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个准备，就是主办单位玩这个完全不要准备，工具给你安排好了。这个燃料给你安排好了，油给你安排好，所以包括工具在内，什么东西空手来就可以啊，这整包就可以把它组起来，好不好？好，这是一个。那在这个开始组之前呢，我们要做几个节目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引擎叫什么引擎？现在这是不是别的？就是杨子贤现在要开始准备一下了，把那个音乐盒搬出来，音乐盒在，回来是音乐盒在这里。这个哈，这个是叫做史特林引擎，史特林引擎。那史特林引擎的功能呢，就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多元化的能源，多元能源都可以用，任何能源都可以，只要烧热就可以，好，烧热就可以。当然我们这个研究呢，我们当然有做科研的方面，可是呢，进展有限，哈，进展有限。那我们呢，把它做成那个小小的一个什么，这个用蜡烛作为能源转动史特林引擎，再转动那个生日快乐歌的音乐盒，我们听一下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节目，这是什么节目？用小型的史特林引擎做转动小型的发电机，经过了小型的变电设备，然后呢推动一个小型的电器，叫做音乐卡啊，音乐卡，我们听听看哦。要等一下，这个要预热。史特林引擎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是外燃引擎哈。Ex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它是一个外燃引擎。外燃引擎的话，它的问题就是要稍微预热一下。不过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这个生日礼物的话，预热一下没关系。老师，他为什么要打气啊？对，问得很好。有没有人猜说为什么打气？它其实不是在打气，它是因为那个引擎哦已经年久失修，担心它那个活塞跟那个气缸之间的空隙呢会有那个灰尘。不急，你听老师的。不急，这是因为它温度还不够，温度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地方呢，他求好心切，他太着急了，别着急。转一下吧，现在转一下，慢一点就好。不急，我看看。是因为那边的关系，误判了，但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年久失修，这飞轮有点抓不住，那个是一个，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演示出来，这个呢，这个作品得过一个铜牌奖，这是早两年的一个硕士班研究生做的，哦，这还可以。当然，这个设计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面很多细节要考虑，就跟我们今天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有细节要考虑的哈。好了，这是第一个节目，先把吹题吧。第二个节目呢？我们要换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史特林引擎小小的应用，好，把它搬到下面去，搬到下面去，对，哎，对，还在唱，为什么还在唱？有没有人讲得出来？好厉害，还很热，哇，你看这个，在这里这个，对，没有错，还很热，因为它只要有热就好，蜡烛烧有热就好，知道吧？好了，那怎么样？还没散掉。
您贵姓？您贵姓？您贵姓？再来看。陈博士讲一下，有点话没有意见，讲一下为什么还会转？为什么还会转？因为热还是烧的？对，完全对哈，因为下面还是热的。有没有其他有意见的？哦，那说这个是因为它是外来引擎，它热存在，它就是。所以我刚才说不要着急，因为玻璃本身要热起来，传进去就要段时间，所以不要着急哈、哦。这是一个，这第一还在转，要转是不转？来，有没有棒子就有没有棒球棍？有没有来？要转是不转？第二个节目啊，第二个节目是什么呢？第二个节目就是这个引擎比较奇怪一点，它叫热身效应的引擎哈，因为引擎哈。老师在这边曾经讲过，引擎我们要看引擎的时候，要把一个抽象化。所以抽象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引擎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引擎的重点，我们今天我想没有时间了，我们就不谈。简单讲就是，工作流里是主角，然后呢把热加进去变成工出来，这样 OK 吗？所以引擎的哈，这个。在科学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主角是里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它把热加进去呢，变成机械人出来。可是变成机械人怎么变成机械人？它可以推动活塞，对不对？也可以推动涡轮，但是今天推动的比较特别。来，其他，我们看一下，先到这边来。你帮老师把这个电源接上，把烟草线牵过来。慢慢来讲，有先弄，然后老师讲一下，抱歉，正好这个只是两个管子而已哈。等一下我们这个完了，这个叫，这是今天第二个节目叫热身效应引擎哈，热身引擎。我们先到演示完之后，我再演示一个透明的，好不好？好，你先不要影响，注意不要把它给烧了哈。不怕，等一下，先，走开嘞。来，帮主持。牛在叫，里面有牛在叫，好怪哦！怎么会这样子？里面有牛在叫，再来一次，再试试看。竖起来。哎，老师来。别紧张，老师在这里，你紧什么张啊？这菜把它烧坏了，真的。对，烧太久了，对，烧太久了。你看到？怎么这么奇怪？整个关掉。这是第二个节目，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水管。这管子，光管子可以这样子吗？水管，这 PVC 管，这 PVC 管怎么会烧它就汪汪叫啊？他在说他的梦。他说，这个管子，管子。好，那你等一下，这个哈，让这位很痛的这位同学哈，看看里面什么，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沙网。讲大声一点，给大家听。沙网。讲大声一点。沙网。一个沙网，一个金属的沙网。这个沙网哈，这是第二个节目。这个沙网就造成它响的原因，因为我刚才讲说，引擎的主角是什么？工作流体干嘛呢？把热能变成什么？没人理我。变成什么？机械人。哎，这孩子好厉害。对，这是我弟弟周建本博士啊，很厉害啊。对，没有错哈，这个它是变成机械人，但这个机械人它不是推动活塞，它是推动空气。所以就把空气给震动起来，了解吧？这个稍微一点点声，因为跟一般的引擎差别很大。
所以一般不是很容易掌握，但是呢我就是演出来给各位看，比如说引擎呢我们可以抽象到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它哈，这样让大家有一个更宽广的空间去创造新的东西。紧接下来一个节目呢也是同样的东西，就是透明的给大家看。哎，关老师拿下去，拿到那边去，这个都拿下去好吗？你看这一下全透明的吧，这下全透明了对不对啊？这它这就不是沙了，就不是沙，这里装了一个叫热生堆啊，一边这个我实在很喜欢教小学的，我这因为他这个他都对哈，因为我想讲的东西他都立刻看到，这个小朋友其实很厉害哈，小朋友很厉害。对，为什么会有一个扇子，对不对？这个我要把这个声音的这个特声音的一个比较深的哈，大二程度以上的那个原理把它讲一讲，这个声音可以把这个东西推动，因为它在声音，你耳朵听起来不会更大，但是它市场比较更大，你用机器量它更大，因为我们的耳朵哈有一个特别敏锐的频率，你知道吗？像你们周老师就老了，现在只听到小孩子讲话的声音，小孩子在远远讲话，外面车子我都好像听不到，但小孩子一讲话就听到了，因为这是演化，知道吧？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会保护小孩吗？对，他小孩子在哪边，我一下子听到，就是那个频率在1000赫兹左右，特别听得到，老人都这样。特别是老男人都这样，以前太高太低都不行，知道吧？啊，大概就是小孩子的声音，所以这个呢频率稍微低了一点，虽然它功率其实不小，但是呢，我们听起来没像刚才那么响，好，但是可以看到那里面的构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个摄影机，可以稍微把一个叫这个叫做zoom一下吗？哦，特写在这里哈，那我现在把它接起来。待会有烧断哈，你看这边是热身堆，一边热一边冷。这是我错，老师错，老师刚才怕出意外，所以把它关掉了。灯可以稍微洗一下吗？对，哎，这边哈，这现在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在这里看，你会感觉到风在这里，所以它就是功率不小了哈，功率已经不小了，但它变成风。你看这边是红红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摄影机？我看给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红红的？如果灯再稍微暗一点更好。哎，全部把它关掉好了，一下掉下去。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看一边亮一边？那你看到这个哈？声音出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推动这个，它会引起气流，声音会引起气流。哇，看到没有？这里镜头带一下吧。哎，我看，在这，再转，有没有？这个演示哈，主要目的呢，现在很吵，你看到没有？就听到，事实上我们听得有点听不太到了，对不对？就是实际上它的功率蛮大的哈，功率蛮大，我把它关掉一下。这个，好，把灯打开。这个演示跟你讲，里面刚才哈、哦、那个管子里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热身堆在这，它那个纱网刚铁质的钢丝做纱网，就跟这热身堆一样，因为它是产生的功率其实不小，所以它可以这个声音变成带动气流。那为什么声音带动气流？我刚才讲说这个比较深，这件东西都比较深，但是给各位看一下哈、哦，看一下这是第三样作品，第四样作品，今天本来要讲，我在上面有写哈。引擎，生活中的引擎，对不对？生活中引擎，还讲了一个引擎。我本来今天要讲至少两个哈、哦，至少两个。像这次是这个前面这个是有关我们今天要亲自做的那个东西，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引擎的东西要，有关引擎的部分要讲哪些呢？要讲的喷射引擎，还有这个燃这个叫汽油引擎。那我们注意喷射引擎、汽油引擎呢，它燃烧的速度非常快。怎么样把这个燃烧速度变得非常快呢？我们要有一个化油器，化什么油？化油器干嘛的？
我听小朋友讲讲看，画游戏是干嘛的？不知道。对，用画游戏，画游戏也不是用油画画。我跟你讲，画油漆哈，画油漆是把油变成小小的水滴，甚至水汽是蒸汽哈。那这个做，这为什么说这样是干嘛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我们今天演示一下哈，今天演示这个哈，钛白粉。来，赵辉，赵辉，你不先不要着急，先着急，你帮老师忙。哎，这个哈，点火烧一下。哎，点我烧一下啊！是，点我烧一下。哎，等等，这什么知道吗？这叫白色炸药。对，等一下，如果炸起来的话，等一下就好，知道吧？不，哎呀，这个是钛白粉。太冷不会烧，只不过都炸起来了，冷一下就好，没事。这个只是钛白粉，那你看钛白粉下来之后呢，它基本上就是粉，对不对？放到这里，你看没烧起来，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把钛白粉倒进来，我们经过一定的这个化油器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好不好？这两个同学，就稍微后面一点的，好，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把灯洗掉好了，把灯都洗掉，慢慢来，没关系，慢慢来。再洗掉，通通洗掉。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没那么危险，对。对。哇，好暗哦。哦。把灯打开。刚才那个白色炸药，你们看到白色炸药，它同样的东西，但它如果分散开来之后呢，因为它的表面积变得非常大，非常大之后呢，它这个燃烧的时候它就激烈起来，了解吧？这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尘爆炸，听过没有？粉尘爆炸同样原理。那为什么我们的不管是喷射引擎也好，不管是那个内燃机也好，它都需要这样的过程？因为它们的功率啊，速度啊非常快，烧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们看，我最喜欢看那个太空梭发射了，它那是氢气，那就比这个更好了，因为它完全气体复合的非常好，所以一点着几乎是爆炸啊、哦，所以它就上去了。好了，这个是我们讲的今天表演的第四个节目，这是关于什么？跟你讲内燃机跟喷射引擎为什么要喷进去，知道吧？哦，好了。最后一个呢，我们就要演一下实际的这个火箭哈。实际的这个火箭是，我今天为什么找我这个周建本博士来，知道吗？因为他是我的安全总监，因为他上次的建议呢，我今天要给他做一个安全的措施。今天在哪里表演？在这里。那这个玻璃板要吗？还是布置一下比较安全？我们用那个玻璃。可是我怕前面，对，没关系，这是我们第五个节目，我们可以，我先把这个节目讲一下，我们真的是一个火箭，不是像那个养乐多的炸出去，真的是一个火箭上去，如果你拍下来啊，你可以看出来，它是越飞越快，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火箭的现象啊。不是只有上任两个人拿的人生肖，对，这个叫谁啊？那个其实那个是谁？那个真的要带的是他，真的要带的是那个拿那个的，赵薇。赵薇，你要带护目镜，你要带护目镜，不会打到的是你，不是别人。来，继续咬，好。时间还在，我们都休息了，全是没问题。那个自由，你还要远一点再点着哈，知道吧？你随便点火，随便点。好，他，你眼睛不要看他，头背过去。哎，对。倒数一下好不好？3、2、1。
这个套件什么地方要注意？哎，是那根金细细的金属线，要避免它弄弯啊、哦。这里有一个，然后呢，这个玻璃管不要弄破啊、哦，哎，不要弄破。然后有一这个东西下面有一个箭头，这个箭头要向下，好不好？大概就这几个注意，然后看那个说明书，慢慢就可以做出来。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哈，林斌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做，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现在先大家都坐在定位哈，要坐在定位，然后我们请助教能不能把东西发下去啊，把东西发下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少，不着急哈，不着急。那个里面那个油壶啊，那个粉红色盖子那个，不是水哦哈，不是水，那是油，最后才用啊。哎，粉红色盖子的那个不是水，是油，最后才用。我跟各位讲，今天我们的时间倒是叫做什么世界多的哈，不要着急，先点一点再讲，先点一点，数量多不多？我们等一下看到做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做个小小的问卷，看看大家有没有收获，好吗？好，铁丝还没有花，不要着急哈。还有一件事情，没关系，我拿来跟他们讲一下。袋子里面，塑料袋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工具。同学看一下，塑料袋里面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具，所以我们来做，根本连工具都不用带。好，你看我们中央大学这个助教的经验老道啊，他把那个最容易坏的东西最后发，现在他正在发那个最容易坏的东西。不要着急，是先生这个，对，上面这样写的。对，这个时候就特别小心这后面了哈。这样先放进去哦，放进去会不叫一根吗？那根就放在把它绑上，会把它绑上。这个吗？哎，对，有这个放进去。周叔叔。哦，厉害。周叔叔好厉害。这个升级到了这次。然后这个才把它套出。放上去之后，想要把那这样打完就容易挂会了。然后这个套出是不是？对，套出。好。塞进去的，等一下还要调它，它的位置。好。这个最后再调。好。等现在套出之后，稍微轻轻把栓住就好。好。用小萌萌来栓。好，那行。行吗？哎，小萌萌好乖。
进去，然后这个袋子不是只是让你拿来装你今天做的这个史上第一个你自己做的玩具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玩具做的原理是什么？你想要查的话，翻到袋子的这一面，上面是有个网址，不管是中文的网址或者是英文的网址，你把它打进去以后，周老师呢会把这个原理放在这个网页上，供大家做后面的一些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我们也会发这个贴纸，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实用的引擎上面，这样子你一看到你的引擎，你就知道去哪里查资料了，对不对？对。好，那就这个小组长就会发下去，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有袋子有贴纸。然后小组长现在正在发问卷，也麻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帮我们。好，谢谢。好，这个非常专注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回来讲台一下，因为那个周教授要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石头林引擎它的原理，那么稍微听一听，然后更详细的资料我们放在网站上面。好，来试一试哈。那刚才是我讲的，我们周老师对我比较热情，我跟各位讲，今天如果做了不能转怎么样？可以转的呀，先走都没问题。不能转，如果有兴趣，我可以留在这边帮大家忙，好不好？好，那这样呢？现在呢，我大概在一分前面给各位大概解说一下这个史特尼原理。知道这个史特尼原理哦，它那个真正让它推动它的，是在大试管跟小试管之间那个空气，然后那个空气呢，一直连到一个活塞上去，一直连到活塞上去哦。那为什么会能推动它呢？因为哈，一边就是拿嘴就烧得很烫吗？那应该是冷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小试管在动的时候呢，把那个空气赶到热的地方去，它就热起来了，就推那个活塞上去。然后要活塞要下降的时候呢，先小试管先把它顶到那个热的地方去，热空气赶到冷的地方去之后呢，这个试管，我保证这个活塞又被吸下去，反复不断这样，了解吗？就是要。这个活塞准备顶上来的时候呢，它需要让这个空气先到热的地方去加热，加热之后膨胀，再顶活塞上来。那活塞准备下去的时候，你不能让它热热的下去，空气热热的压不下去，所以先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问题是什么降低温度啊？把空气先赶到冷的地方去，赶到冷的地方，哪边是冷的地方呢？金属的那一个，白白的那个亮亮金属那一段，这样原理大家知道吗？等一下啊，一样啊，我刚才讲说奉不奉朱老师之命，只要朱已经做完的啊，都可以先离开。但是如果做的不顺利啊，没有办法完全转，没有关系，老师留在这边好吗？留在这边看各位把看怎么样把问题解决好吗？好，好的，谢谢了啊。多余的时间没有缴师费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跟国会考一样。不过我们最后做一个正式的这个 ending， 那周老师这么热心，所以我们这个彰化军事教育中心哦，刚刚准备了一个这感谢状，然后就接大家的手，帮我们这个谢谢。首先把那个中央大学这个记者贴上去知道吗？啊，你这会转那个贴了没有？他那个转好快，反正我心花怒乱的，真的是太快了。好，这个贴上。另外呢，随时有什么问题，问朱老师也可以，问他也问我，让他把问题 pass 给我一样的，好吗？好，好了，大概今天这样，非常谢谢各位光临啊。有其他活动想要提早离开，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想要继续留下来，再使用我们的场地，然后继续把作品完成，也非常欢迎。OK， 有问题就找我们工作人员。谢谢。还有一件事，那个问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问卷务必交回哈，问卷务必填，务必交回，否则老师不会交代的。啊，谢谢啊，谢谢。